松鼠大作战呢。人的恶生长于自己的影子。行吧，一会儿再看。买一把炉仙。炉仙打剑尖还行，又亮牌，抠啪啪。抠啪啪又没抠着，哎，这前两个抠挺伤的，其实。边境的样子，查眼。人心的样子。一上来啪啪抠，啪啪，啪。你亮你马呢？你在那里呀、啊？你的枪最好够快。没眼儿怎么办？一上来啪啪走了。接下来的 Q 我必须一个都不能空啊！黑暗在我身上打下烙印。抠，又空一个。哎呀！西部年代的老一套已经烂透。抠，啪啪，啪一，啪啪。闪现。爬不了，啪啪吃药，啪一走，这人马上不那啥了，开起跑了，我打死他了，啪爬不了，啪啪点岩窟，我们死了，该杀人马，不能杀的间接，我闪现被那个人马给我打出来以后，我们就得杀人马。打剑尖技能必空，这波配合稍微出了点问题。我要跟这奥纳夫刚有语音就好了，我应该跟他语音一首。空一波线儿，93攻击力，一个平 A 打不死后排兵，逗我玩呢。没人能原谅我，除了我自己。把这弱点刷一下，你干啥呢？人马来了，Q
看来我得带个针眼的呀。你猜到了，那你挺能猜呀。死亡的意思和以前不一样了。这银马是真不给面子呀，这大银马能打死他不？你给我打死他！可恶的银马，乱溜，啪啪，出啪啪，一啪啪。啪啪溜，啪啪一啪啪。来人，啪，啪出，啪啪。比赛队友多是吧？新的一天又一场大清。杀银马，可以打，给我干死这个银马！空大了。这把我先来个死刑宣告啊，我们再出个暴击，一会儿把这个针眼给它放了，我们就能有皮孩了。这银马这把肯定是个祸患了，我们不一定能打得动他呀。哼，啪啪打吧溜，啪啪啪一啪啪，来点点哼，闪现啪啪啪打吧溜，啪啪亮牌啊。他们说我是没那味儿啊，说的没错。西部的生活和不法之徒一样残酷。我走了。1500差点钱呢。
我来个皮孩吧，先，我先来个皮孩，我们来个攻速孩。遇到左右为难的选择，就让他们都下地狱。不对，这波眼儿不换了。我没见过天堂，不过我把地狱带在身上。我不推了，啊，那人马你乐意来你就来，我不推了，我就放在这里了。跑跑跑跑溜，等人马出来啊，这波不打。OK。你卡啥兵线呢？你配卡兵线吗？嗯？宁配吗？宁？收了诅咒的人最麻烦的就是。20秒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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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哎呀，烦死了，又是你。但是我盾弓钱够了，哎，本来我们钱不够的，但我们这波够了。清算时刻即将来临。这人马呀、啊，到处杀人呢、啊！这人马，啊，打吧溜，啪啪扣，啪啪啪啪啪，点烟扣，啪啪，一上来，啪，打不了啪啪扣啪啪啪吃药啪，哎，我打不过他。下家出什么呢？西兰刀和窝地训印。西兰刀吧，先来个西兰刀。看，我是穿着靴子死的。他也出个死刑宣告呀，铁板鞋，小炮是铁板鞋。并不打算给自己挣个什么名头。手拍手，对，嘎里奥去上路，我们来中路。
下回不玩这种 ADC 英雄，玩的好难受，就那人马就往你脸上冲，你就没办法，你也打不过他，玩的恶心。你瞅瞅他往你脸上冲，你是怎么整？闪现，啊，一走，哈哈，嗯。我把这奶妈杀了，把他奶给揪了。没有希望，你干哈呢，咖喱奥？打小龙来，把小龙打了。没差太多。纯是孤儿，真能带。一不看着就给你二塔给你带没了，关键还是俺们家劣势，俺们家优势，我一直跟他带，我给他打死，让你在这带线。西部年代的恶魔，没办法，我们家有点劣势，我只能去打团去。我们要单带被人马抓了就完了。不过我们家三条龙了啊，可以。不要停步，不要回枪。这个屎我吃了。把中路塔拔了 ，nice。于是，地狱接踵而至。可以打，别怕，可以打。怎么的呢？打不了，啪啪，都啪啪，一啪啪，啪啪，老大。啪啪点烟，啪啪，我们死了。快过来，来，快过来，快过来，快过来。别害怕呀，这能打呀，这三打三有什么不能打的呀？先把小炮杀了，再杀这奶妈。那塞拉斯没有那啥，没有蓝。请听我的祈求，众星。你把奶妈杀了，那塞拉斯都打的都打没蓝了。咖喱奥好害怕呀，他有什么好怕的呀？他一开始别卖那泰坦，那泰坦特别肉，扛一扛应该能打得过。还别带节奏了，你自己跑上去怂，你不敢打还说别带节奏。那塞拉斯都打没蓝了，你早保点 ADC， 别让 ADC 早那么早死，早就打过了。怎么的呢？不要害怕，勾奶妈，勾奶妈！不好的机会。那勾奶妈就死的玩了。勾他的奶呀！来，打不了啪啪勾。一啪啪，猪啪啪，哎，快来人！170块钱也要杀我兄弟，宁配吗？
A 眼儿，那没办法，那他地上插眼儿了，谁知道他往那个空地上插眼儿，那怎么整？我们是 AD 版的，那自动 A 的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说？非得沉默我一下，这银马咱也不起啊。哎呦我操，这一脚！我依然听得到行李车里的歌声。来，我不回家了，这波继续打来。我回家，我们龙拿不到。小炮往里边蹲，打小龙。拉出来，拉出来，往出来打。那银马给龙抢了，别杀银马来，啪扣，八八六，八八，八一八八扣，闪现杀小炮，闪现啪啪一查眼儿。哎呦我这小炮大没用，把小炮杀了，啪扣啪啪。一波，对，拿斧子砍他的雷，抽啪啪，啪一啪啪，呀，我杀了。拆塔。拆基地啊，拆吧基地。